都会一班上课喽！哎，走啦，走啦，走，你要走什么？各位同学。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等于什么？我知道 ，A 的三次方加 B 的三次方等于 A 加 B 括号乘以 A 平方减 A B 加 B 平方。哎，各位同学，一锐剑，二重斗草颠，官至正浓，谁来帮我接接下一句？我知道，不唐人把我大声道说了，跟癞蛤蟆也是一股二重剑的火焰，哇，鱼也有方出神，不觉哑然惊恐。生病抓蛤蟆，一只生死全是爷爷。哇！理论第一运动定律的内容是：老师，我知道，物理不算历史，静止恒静，动则恒动，等速运动。一般原子的大小约为？老师，我知道。老师，一样。靠实力好不好？等一下你要去福利社补货哦，帮买油饭，不准偷吃哦。没整，你不要吃啊，你在吃啊，没意思是不是？哦，我有点饿哈，我来吃第三个。哇，你这样进《神隐少女》的剧组，你只能演爸爸哦。哎，菲安。哎呦，干嘛啦？可以往前一点吗？我这边快挤到墙壁了。哇，好。哎，肥仔，留给别人点生存空间好不好？后退啊！你们不要欺负人家啦！啊？好不好？我们去福利社买吃的。你的声音好好听哦，我好喜欢你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话，今天下课我在操场的榕树下等你。陌生羊，他谁啊？我帮你数啊，是你隔壁班那个高高帅帅篮球校队队长？不是吧，那个是叫霍建华吧？你不知道谁啊？谁提出也不是同一级班的。霍生阳，外长。这是什么？拜托，他跟我们同班快三年了。各位同学，这一次朗读比赛，谁要代表班上来参加？谢谢各位同学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谢谢。那下星期三分球大赛，大家觉得要派谁去参加比较好呢？周贤宗，周贤宗，周贤宗，周贤宗。哇！很好，那就请班长多多加油哦。这学期新北市高中杯油画大赛，大家觉得要推荐谁来代表参加呢？YouTube 播放频道，是不是？